王源新剧《大主宰定妆照》公开，演绎第一铁汉。王源新剧《大主宰定妆照》公开，演绎第一铁汉。1905电影网讯，5月18日，由王源担任主演的新剧《大主宰》首播定妆照曝光，新的古装造型全面解锁。身穿青衣，头束发髻，脸上还有若隐若现的伤痕，真正是第一硬汉牧尘小哥哥了。王源大主宰，该剧根据天蚕土豆同名玄幻小说《大主宰》改编，讲述了资质卓绝的少年牧尘王源，是从草根少年成长为撼动大陆、为善除恶的大英雄，同时收获了友情和爱情的故事。除了大主宰外，杨洋领衔主演的《舞动乾坤》和吴磊主演的《斗破苍穹》均由天蚕土豆的作品改编，三位当红小生，你更期待哪一部呢？